者罗子欣台北报道。顽童 MJ116 赴台本届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肯定，8月11日将在台北小巨蛋开唱。因为迅速秒杀，许多歌迷哀嚎买不到，不仅8月12日将开一场，8月10日紧急再交开第三场，今30上午11点开卖，再度在5分钟内卖光。为了杜绝黄牛，这次还祭出新招，买票前必须通过答题，增加买票手续的时间，让许多歌迷终于顺利买到票。得知第三场再度秒杀，顽童三人开心表示，真的很谢谢大家支持，并表示三场绝对都会非常精彩，我们会尽全力的让大家有三个美好的晚上。大原则幽默笑说，我要去训练体力了。顽童 MJ116 第三场加长再度秒杀，本色提供顽童 MJ116 第三场加长再度秒杀，本色提供。